大家好，我是浩克。我们家的洗衣机从搬来到现在已经7年没有做清洁了。虽然有买过市面上那种清洁剂做清洗，不过洗出来的效果还是不满意，因为都还是会有一些黑黑的小点。那这一次我们是请了好福洗衣机冷气清洁专家来家里帮我们做深度清洗。因为我们家阳台空间不够大，所以老板跟我说，等一下东西要拆下来，然后拿到浴室去清洁。超脏哎！老板跟我说遇到一个情形，就是因为有用过清洁剂或是小苏打清洗的话，因为那个粉会跑进去螺丝里面，所以就像现在这样子卡在这个螺牙。那现在老板已经帮我们洗好了，真的很干净。然后老板说，如果是传统的洗衣机，可能1年就要清洁一次，然后因为滚筒洗衣机。它的水位没那么高，所以大概3到5年清洗一次就可以。那在这边最后也感谢好福专业清洁来，帮我们洗衣机。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跟他询问。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喜欢我影片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及分享。我们下次见，拜拜。